好，这是什么？啊，不是凉被吗？这是凉被啊，原来是枕头啊，凉被会越盖越凉啊。可是为什么他们床要有发光？他们床头。你要买凉被啊？只有那个床架都是放凉被。放下来。啊，你说下面可以睡人？对啊。这个下面可以睡人？把你抬进去。拉出来啊！不是叫你睡一下。哦、我想说什么下面可以睡的。拉出来可以睡啊。你是手爬，然后床一定会爬的。你可以把床拉出来，人滚也是可以进去睡。